位，秋高氣爽去郊外行下，相當寫意。嗱，好多人咧或者冇留意到，加拿大擁有一種特殊地貌，叫做 Badlands 劣地。喺多倫多附近嘅賓頓市咧，就有紅色一大片啦。今日咧會介紹呢種自然景觀。嗱，學生哥開課要買書，加拿大有大學同埋專上學院由今個學期開始首次設出租課本服務。咁究竟租書係咪抵過買二手書咧？一陣亦都會講下。咁而家先報道生物條碼。世界上生物物种数以千万计，好多动植物鱼类品种嘅外观睇起上嚟似乎一样，但其实系唔同种嘅，咁基因组合各异。目前科学家抽取生物细胞分析基因序列，编成条码 barcode 传入去资料库。咁将来对物种有怀疑嘅话咧，一查咧就水落石出，冇得假冒啦。咁现时中国、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科技比较先进的国家都设有记录生物条码的实验室，其中以加拿大的实验室规模最大。至于物种就多数由阿根廷、哥斯达黎加、肯亚等南美和非洲国家提供。李幸文报道。条码 barcode 是由多个阔度不等的黑条和空白按照一定的编码规则排列，用以表达一组信息的图形标签。常见的条码是由反射率相差很大的黑条和白条排成平衡线图案。条码可以标出物品的生产国、制造厂家、商品名称、图书分类、邮件地点等的信息，因而在商品流通、图书管理、邮政管理以及银行系统等的许多领域都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原来除了商品之外，生物都有条码。由于每种生物都有独特的基因组合，所以生物的基因就可以作为条码编制的蓝本。在2003年，生物学家 Paul Hilbert 就提倡在生物细胞那里抽取特定位置的基因进行 DNA sequencing 基因序列，然后编制成条码存入资料库。Using DNA barcoding, you don't need experts to identify those organisms anymore. You just sample them, and then you can send them to a lab like ours very cheaply and identify those organisms very quickly and accurately, saving industry money. 以加拿大科学人员为首的加拿大基因条码中心得到联邦以及安省$50,000的资助，在桂湖大学兴建加拿大基因条码中心实验室。今年开始联同其他25个国家为地球上1,000,000种嘅生物进行基因条码记录。首先，实验室人员会喺冰箱落出从世界不同地域所收集到嘅生物样本，然后会喺样本嘅细胞中抽取基因嚟进行测试。经过几次嘅 centrifuge 远心分离以及净化程序之后，会将基因复制数百万次。然后再放入仪器中进行温度循环分解，资料会转交到另一个仪器之中进行分析，然后数据会在荧光幕显示出来。四个不同的颜色是代表 A、T、C 和 G 四个基因单位，数据再经过软件处理之后，就会成为基因条码，会储存入基因条码资料库。The goal of the project is to build a reference sequence library for species identification of all species. And then once we have this reference sequence library, we can use it as a lookup table to identify an unknown based on its sequence by comparing it to the reference database. And so we can, yes, we can use that for protecting endangered species. We can use it for identifying potential pest species and eradicating them before they become established as invaders. We can use it to identify fraud in our food supply. 自从国际间设立了生物基因条码资料库之后，假冒的品种就无所遁形。好似鱼类食品就是较为普遍被用作诈骗的食品，就好似大西洋三文鱼咁，大部分野外捕捉的品种会是 pink salmon、sock eye salmon 和 chum salmon。这三种三文鱼含有很高的欧米加三脂肪酸，对心脏尤其有益。但相反，鱼龙饲养的品种大多数会是 salmon trout、coho salmon 和 chinook salmon。食用价值不单止没有野生三文鱼那么高，大部分还可能含有污染物，例如 dioxin、二恶英、polychlorinated biphenyl
簡稱 PCB、多氯聯苯等等，長期食用會影響健康，因此賣得平過椰山三文魚。雖然不同品種的三文魚外貌會有分別，肉質亦都未必一樣，但一般的消費者都缺乏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未必能夠一眼就分得出三文魚的品種。因此有不法商人就會將魚農養的三文魚包裝成野外捕捉的三文魚來出售圖利，市民蒙受金錢損失之餘，還會影響健康。We found that about 1 in 4fish samples were mislabeled, always species of a lower value being marketed as something of a higher value. 較早前，加拿大食品檢驗局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就因為接到舉報，到多倫多12間壽司店進行抽樣調查。他們將收集到的所謂 Red Snapper 紅鯛魚樣本送到加拿大基因調碼中心進行化驗，然后将结果和资料库入面所储存的真正红鲷鱼基因条码进行核对，假冒的鱼生样本即刻现晒影，因为大家的基因并不吻合。原来12个化验样本之中，有多达10个是用 tilapia 鲫鱼来冒充红鲷鱼，因为鲫鱼的来价比较便宜，当然营养价值也都没有红鲷鱼那么丰富。 We can do DNA barcoding onSmoked fish, fried fish, boiled fish, frozen fish,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The DNA is in every cell of every organism, and that's what makes this such a powerful technique. 除了魚之外，基本上大部分生物同埋植物都可以透過生物條碼化驗確定品種，就好似曬乾咗嘅中藥都可以。如果市民對食物品種同埋來源有疑問，加拿大基因調碼中心亦有商業性的基因序列測試服務提供，化驗費用由加幣百幾元到幾百元不等，視乎品種的複雜性而定。加拿大基因調碼中心亦大力向食品供應商以及政府食品監測部門提倡呢項科技，希望藉此可以減少錯誤標籤，保障市民的健康。